陰謀は独立であり、目的は日本人の手から台湾を奪い返すこと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耗时八年，由李刚监制、许明淳执导的历史纪录片《阿昭雾风云》，从雾峰林家三代人的观点，探究一个移民家族面对政权不断更换，牵动台湾百年发展。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补历史课，分享《阿昭雾风云》。首先，我们要欢迎导演许明淳导演，你好。慧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监制李刚，刚哥你好。慧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首先要先跟两位致敬，因为我昨天晚上看完了《阿昭雾风云》，现场的那个气氛是非常安静的。然后等到演职员表，然后你们的史料全部都 roll 完了之后，现场就是热烈的掌声。对，那个时刻，我想这个掌声是要献给所有的纪录片的工作人员。那我也其实也很想要知道说。两位从电影上映到现在，你们收到的观众回响大概是什么？大致都是像你这样的反应。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类型的东西，所以也只有要请政府帮忙啊，请企业帮忙。那我们也到各个县市去，各个县市长大概也都看了。对。无论蓝的绿的，反应大概都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蛮安慰的，就是原来。彼此，台湾就是一个蓝绿，我觉得都是一个平行在看对方的状态，从来没有拉高了，或者说从多元观点去看这个事情，对，所以看了都非常的纠结，一边哭边想，怎么回事？对，其实我昨天看之前有朋友劝我说，你有没有带卫生纸？你卫生纸要带够哦。对，就是一直噙着眼泪把它看完。对，而且我们上集跟下集嘛，上集拼凑出来，就说你还不是有太多，你很意外，很 surprise， 可是他清朝东西好像曾祖父的什么事情，对，你不是很有感觉，有一点下集的东西你其实都是累积，你尤其看克刚的事情啦，还有所以大家那个。意识形态其实它是最冲突的地方，是大家都累积很多东西，可是都是片段的。对，有人帮你整理出来、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道是不太一样的。里面有一句台词：“更迭的统治者掀起一阵一阵的迷雾，让所有的人民，让人民，对家园的归属感无所适从。”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你说台湾就是。一团迷雾，是过去是什么不知道，就大家吵什么不知道，前途又茫茫，就是这种感觉，很想拨云见雾。他家正好是雾峰嘛，可是你真的要就是动手下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眼要冷，心要热，就是说你像外科医生开刀一样，你对看历史的东西，尤其自己有记忆的东西、有情感的东西，基本要梳理。一历史你就要冷冷的看，你有意识形态那个东西。热一上来，人就不理智。是，你就是要冷冷的看，就像医生开刀，你不能感受那个病人的痛啊，你怕他痛，你一定把他血管切断，这样就是。对。我们只是要动一个手术，这样。对。可是你的心要非常热，你要对我们能做他们家历史是真的非常荣幸的。他们家牵涉历史解释权，真的是戒慎恐惧的去珍惜这次机会去把它做出来。在开录之前一直讲到这个家族他面临的。历史状况还有现实，真的是很多其实是剧情片写不出来的这么曲折的事情。我想还是先请刚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家族，尤其是在下集落子的这个部分，大概描述了
怎么样子，他们面临什么样子的历史抉择跟困难，那三代人又怎么样去选各自选择他们的理想呢？下集叫落子，是因为我们从历史你一定要回到那个人的眼睛，那个人的时空去讲这个事情，对，你不能拿现在的意识形态跟社会秩序啊价值观念去讲，那个是不对的事情。对，那他们家这个下集是1895到1956，这一段的时间，我觉得，这三个人是最有代表性的。那他们做的选择也不一样，上级叫抉择，他家不停地要面临抉择，像选错边会被灭族。那到下级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到中日，他必须要做抉择。所以林献堂这次留在台湾，那林祖密那一支就变卖了家产，就到大陆跟孙中山革命去了。是，我觉得他们的决定跟他们的顶错下错的个性也有关系。就是下错的比较是武将，勇武的，就去革命啊，對對對，去国共啊，打仗啊。林祖密他就比较体制内改革，他们这次比较文。林献堂，对，林献堂父亲林文清是举人，他们这一支当然各有文武了，可是下错武，顶错文，所以他的决定就是，那个时候他的祖母跟父亲也都还在嘛，对，他就回来，就是在体制内改革。他的个性比较是，我觉得比较是内敛一点的东西，做这样的决定。那从这三个人去看这一段的历史，那为什么叫落子呢？是因为林献堂先生的围棋下得很好。那明存找了一个对围棋的注解。其实我们在做下集的前面就在讨论，这个台湾是棋子的这个概念这样。那明存找了一个围棋的注解，就是大国手吴清源说，围棋是绝对的厮杀跟势力的消长，可是追求的是终极和谐。那我们觉得无论对林献堂先生，对这整个下集，对台湾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林献堂先生，你在台湾看起来他是一个下棋的人，他是最大的金主。其实他可以过得很好，他每天晚上去酒家过得很开心，他干嘛要这么做？他经历三个朝代，他也是所有统治者的一颗棋子而已。那你再拉大这整个棋盘，其实台湾就是列强的一个棋子而已。你再拉高一点，其实没有人写得出来这个剧本，这就是老天爷在下这盘棋，大家都是个棋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该做的是，提供下一代更多的知识，然后更高的高度，更多元的观点，然后你要知道过去才能面对未来。第二天要在那个日本皇民峰会那个日本国旗前面去讲日文，为了顾全整个台湾的整体，让台湾年轻人去送死，这样，那个多委屈多残忍的一件事情，每次看那个东西我是真难受，每次看那个都会哭这样。林献堂是台湾议会之父，然后林祖密在中国大陆帮孙文打仗，林正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三个人的人生几乎就是台湾的历史的缩影。他们各自在历史里面没有得选择，或他们在历史里面各自选择自己的信仰，然后去追求他。我很想要知道，帮我们分别谈一下。他的荒谬是同一家人，对，同一个时空，居然是三种不同的选择，最后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没错。然后他也就是台湾现在意识形态的雏形。对，可不可以分别跟我们谈一下，如何去诠释这三个林家人呢？这里的演员其实非常难选，对不对？是。当然，如果各位看过电影的观众会知道，最重戏份的就是林献堂先生啊。可能我们会比较把他定义在是有理想的士绅吧。就是我觉得他跟其他家族，比较独特性来讲，可能是他理想性。比如说他，从事那个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对。那是十几年的事情。那其实每一次请愿运动都要耗费蛮大的人力跟资金的。那我们当时也评估，他应该自己也知道这个运动要成功的几率并不是太高，对，但是他还是一股脑就这样一直，当然到最后是因为总督府已经限制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种理想性。那林献堂的话，因为他又负担一个家族，因为当时整个
林家大概对外的一个代表人物大概就是他了。对，所以他肩负一种安定的力量。所以我们开始在他身上赋予这些性格，他比较内敛。嗯，那时候我们在抓他的表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了很多他留下来的历史照片。嗯，那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点，他拍照的时候呢，嗯，他从来没有嘴角上扬过，一定是这样子的表情。嗯，当然，就我们看这种照片的感觉，会觉得他非常的内敛跟压抑啦，是，就是他好像没有笑过这样，所以这些我们对他的观察就慢慢加注在他的性格。嗯，那另外两位林祖密跟林正亨的话，他们比较外显，嗯，因为他们所做的这种比较属于革命事业，他们是可能要推翻一个政权的，嗯，所以我想他们的个性就会比较外放，对，所以那个部分，嗯，在三个人物的那个线条会很明显的拉出来，很多当时的年轻人。跟林正恩其实情绪是接近的，嗯，所以我们也会去阅读一些当时跟他同时期的人，嗯，的年轻人的状态，嗯，再赋予他。当然，你最后必须让观众感受到，如果是我是林正恩，对，我大概八成也会投效所谓的中共地下党，是，所以他们的线条就拉出來了，在台湾从事地下活动，对，就线条就其实很明显就拉起来，嗯，这三个人就，明显的他们对彼此的信念。基本的信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当然终极的信念就是像，监制在我们的 slogan 上面写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各自追寻的乌托邦，那就是他们终极信念。对，那再加上他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个故事就真的就是一般剧情片的故事是写不出这种剧本的，真的写不出来，老天爷才写得出来，所以这是台湾可贵的地方。也许因为战乱把历史撕裂得很严重，但是也留下这种你会觉得很伤很痛的东西，嗯，那么给我们很多的经验跟教训。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刚哥问了我，我最感到最揪心的是哪一场？其实我对于两位，我也很想要问，最让你们揪心的场景是什么？嗯，就是林献堂先生他，后期的皇民化的运动，就是小孩已经不，就是不受汉文教育，是，那他是。中国人的底，他那个根要被拔掉，孙子都不会讲中文了，嗯，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念汉文，那个是从他孙子的口述的那个回忆，我们把它呈现出来的，是完全照着他孙子讲的。对，嗯，那个孙子现在还在，是叫林伯正，是他的长孙。那他根要被拔掉，教着孙子怎么念汉文，嗯，然后念到最后一句能哭心，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对。然后第二天要在那个日本皇民峰会那个日本国旗前面去讲日文，嗯，然后去让为了顾全整个台湾的整体，让台湾年轻人去送死这样，嗯，那个多委屈多残忍的一件事情，嗯，男人的尊严那个，嗯，然后要顾全大局，整个希望台湾会更好，他也不希望那个战争台湾整个就毁灭掉，那个哎，每次看那个东西我是真难受，每次看那个都会哭这样。 当然林正亨的枪毙那个为理想牺牲那个东西当然也是会其实每次看这几段都还是会哭的。我想那个场景其实很多在电影院一起看的朋友们都是就偷偷的开始拿卫生纸。对，是啊，在长达8年，然后明淳导演5年的期间，听说明淳导演的小朋友曾经就经过爸爸身边，就问妈妈说：“爸爸是不是多一个朋友叫林祖密？”这个就是因为早。一开始在塑造这些人物资料的时候，必须读蛮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嘛。对。可能常常会自言自语啦，或是一直在看一些后代的访问。是。那因为当时我儿子还很小，才幼稚园中班嘛。嗯。那他一直听到我好像在看这些事情。嗯。但有一天就问我太太说：“哎，爸爸是不是有一个同事叫林祖密？”然后我跟我太太就笑翻了。但是其实就是说，做这样的片子。就是真的要非常的专心，要全部的投入，所以这5年的确大部分的生活是活在这个状态。林家人的对，一开始那个刚哥常常会说我书包里面都放那个林家的族谱，其实是真的，就是也一直到最近才把这个族谱可以拿起来放在旁边。就真诚比真相重要，电影本来就是个假象，我做电影的纪录片也不代表真相，就是真的战争是。
人的心里面那场战争，所以他要活在那个爸爸你是不是有个同事叫林祖明，他整天人活在那个世界里面。那像那个编剧他是政大，阮经是政大历史系，他正好大学论文是那个就是吴风林家，他写了几年那个连续剧，写的自己也想吐了这样，所以跟了我们辛苦那么多年去做这件事情。他正好男朋友是雾峰人，他常常回雾峰，然后有时候晚上到哭到写不出来这样，真可怜。他还到那个林家的那个半夜到人家那个大宅院里面去看祖先能不能复生这样，就是要活在那个情境里面好几年这样，那个真的是蛮说苦是蛮苦的一件事情这样。台湾好像历史是从二二八之后才开始，而且是一个完全分裂越演越烈的一个状态。那你没有你说爱台湾爱台湾，一回头谁也不认识谁，什么故事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共同的情感跟记忆呢？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形式很特别，叫做戏剧重现纪录片。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方式？其实这个在国外的历史纪录片里面并不陌生。那台湾比较少做，是因为这一类的片子的预算比较高，应该是高很多。所以当时因为监制他想要的是这样的形式嘛，所以我们找了很多国外的素材来参考。当然台湾自己也做过一些是有的。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我们认为不是那么适合我们的条件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改良。就比如说可能观众就会看到有一些人物是呈现静止状态啦。那这个部分的确是比较少尝试，可能在舞台剧的部分他们做过。那一般在戏院的这种类型的片子比较少，因为要让观众花钱买票去看不会动的东西，这个有点奇怪，恐怕监制会很担心。那可是因为我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我觉得那个情绪其实因为你人我当然看一个流动在演出中的戏剧是大家是很习惯会看到演出形式，但是在某一些重要的场景它凝住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演员也帮我们把那个时刻的气氛情感非常饱满的用凝住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时候那有点像是你看一张照片，一张凝结的照片会比一段影片更震撼人心，我是这样子的感觉。对啊，我们前面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做纪录片，人企图真的不是只有做纪录片，要不然我们真的去访问一下几个礼拜就做完了。对，不用花八年。而是说我跟他讲我要做的目的，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从前是什么样子，真的非常希望他重现，就是婚丧喜庆啊，社会制度啊，人的那个，就是我希望能看到这样，就跟明存在商量怎么弄出来这样。那当然尤其做第二集了，第二集的难是越近的历史越难讲。对，可是明存在做一次也更成熟了。对，那个基本人物的其他是一个比较是背景的概念，给你回到那个时空，然后一方面我们也省钱也省事，就帮你再简化一次，反而更有力气，是什么对最重要的东西让你去看。我觉得效果其实很好，明存再弄一次更流畅，那个做得非常的舒服，而且下集有1895之后已经有照片跟影片，那个强度就更强。对，不过演员要演那个凝住的瞬间应该是很困难的哈，导演。那时候我们会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测试，看我们自己能够静止多久，就知道演员的极限到哪。但当然重点还是要回到历史身上了，因为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近代，多半从照片或资料影片嘛，那我们这个形式刚好可以跟这两种形式做一个结合。对，所以观众不是在看一个纯戏剧重现的东西，其实重点如果看过电影应该知道说重点都在最后的一个镜头。也许最后变成资料影片，对，或最后变成一张真实的照片。对，那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把一个前面的空间把它架起来，重点是要观众记得真实的那张照片，对，倒不是前面的那些事情。对，其实我们的用意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用最后短短的一点点时间，请两位分别跟我们谈一下，你们做《阿昭雾风云》最想要跟观众说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有台湾这个，我是在迷雾当中，大家没有共同的记忆，没有共同的情感，
台湾好像历史是从二二八之后才开始，而且是一个完全分裂、越演越烈的一个状态。嗯，那你没有，你说爱台湾爱台湾，一回头谁也不认识谁，什么故事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共同的情感跟记忆呢？对，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参与的真的不是我们两个的作品，那是几百个人大家合力做的东西，里面有蓝有绿，可是都在这个大历史这样大家讨论拼凑，那个好像考古那个什么骨头挖出来了，你都会对这个移民社会会有一个更深的认同感跟归属感，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这是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我们不做从前也没有人做，对，文献你大概留不下来，是很冷的东西，你要故事跟影像，对，然后你不做不讲它就没有了，就过去了，我们就没有记忆，就没有历史，你将来别人做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也鞭策了自己，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这个很重要。大家对历史的记忆解释不一样了，要重新讨论了，包括核电，包括死刑犯要不要废，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它就是要全盘的了解，对，互相的理解，对，跟互相的谅解，然后他没有共识，可是要寻求最大的公约数，这个东西才能大家舒服的过去嘛。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力在后面决斗，都是在后面，政治在后面操控，对，政治就是简化，对，当然我们也简化，可是那个心是不太一样的，是，就是你简化就是粗暴，你越粗暴就会只能取得暂时的解释权，可是会有制造更深层的仇恨。我觉得台湾该提升了，应该从那个东西过去了，要拉高了去看，要全盘的多元的去看看事情，累积一个共同的情感跟记忆，继续往前走吧。对，是。导演呢，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说？我的部分的话，其实跟编剧讨论蛮久的，就是其实我们是蛮希望，尤其是我这一辈，在那个历史的迷雾中迷失的蛮严重的，因为当政权在转换的时候，我们会接受到不同的教育的灌输的东西，那尤其我自己求学的时候是没有念过台湾史，也没有台湾的地理嘛，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在迷雾中非常迷路的。迷失的很严重的，那也因为这样的迷失，其实我在我自己或我的朋友身上渐渐看到大家的冷漠以及疏离越来越严重，那其实我们希望借由这个片子唤起一点点这样对信念的追求，我们自己都已经有孩子都在念书了，我们不希望再让他们再又再面临一次这么黑又这么多雾的环境下又再摸索一次，那这个会是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所以大致是这样子的想法。是，像柯P前几天也看了嘛，对，他讲说看了这么沉重的电影，反而心情变好。他说因为你在看前面几代的过去，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那对，他们是要付出生命才有可能换，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大家要珍惜我们能够这样解释历史，能够这样拍，对。这是我们的高度，是它是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它也是这样，这一代一代的耕耘和牺牲奉献，然后不同的信念的人们啊，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冲撞出来的一种，其实我觉得蛮脆弱的高度啊，就是珍惜吧。希望台湾明天会更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也帮大家一起补一堂很重要的台湾的历史的课。谢谢，谢谢。